家峰，你上次来 TKG 二楼是什么时候？大概六七月吧。哦，哎，你对这个空间的印象如何？我觉得我对这边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这边的味道，跟我去过几个展场比起来，感觉没有那么多的杂味。OK， 我等一下跟你介绍一下我在这边十二月个展的作品。然后，哎，我们刚刚经过是它二楼的柜台，然后现在是进入到，就是到时候我展览的入口。然后它是一个展墙。然后展墙旁边有个通道，然后到时候这边会有一面三米宽的投影，在这个六米乘六米的空间里面，然后它是黑的，比较黑的空间，然后这个投影会是一个录像作品，但我目前还不知道要拍什么。去年我在巴黎驻村的时候去了几次教堂，我其实蛮喜欢去教堂的，因为在那边很安静，可以思考很多事情。那我在马黑区的教堂买了一张明信片，那个明信片是一个十二世纪在西班牙的湿壁画，叫做 The Hand of Our God。 那我常看这个明信片在思考神是什么。那个明信片的画面是这样，是一只手从一个圆圈的中心伸出来。圆圈的中心就是不好意思，我画给你看，就是它是一个圆，然后神的右手从圆圈的中心伸出来，那画到手腕的位置，手腕这边会有一个袖子垂下来，像是一个三角形的形状。那整只手的造型是细细长长薄薄的，对。那他的手有比任何的动作吗？他的动作是大拇指、无名指跟小指是微微向内弯曲，对，然后食指和中指是往前延伸。那这两个延伸的手指头，它代表是神和人。那这三个手指头分别代表是圣父、圣子和圣灵。那手掌是微微向下凹，所以它其实看起来像是一个碟子，也像是一个在指引你方向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刚刚有讲到它总共有五层，第一层是白色的，那神就是从这个白色的圆圈伸出来。那第二层它是一个比较细的黑框，上面有许多小点点，那小点点像是星星一样，所以这像是一个镶着宝石的一个手环。那第三层它是比较宽一点，它是紫色的，那紫色代表是神圣。那第四层它是蓝色，蓝色代表是天空。最后一层它是血红色的，血红色它代表是爱。然后它也让我联想到一些东方的绘画的感觉，尤其是那只手的姿势其实很像佛的手，所以那个白色它其实像是一个虚空的状态，那神从那个虚空的状态里面伸出手来援助你，指引你，告诉你方向，祝福你，介入或是参与你的人生。对。那希腊字 theos 这个字，它是代表神的意思，它的字根是讲的是力量。那手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最直接传达力量的一个身体的部位。对，你刚才讲的那个东方的，就让我想到，其实很多佛教的一些手势，感觉好像在谈论手这件事情，好像东西方好像有某种程度是共通的。对啊，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我喜欢这个作品，原因是因为，他的那个手不是一个强壮的手，它像是一个植物一样在波动空气的感觉，那种柔软的
感觉。嗯，对，嗯嗯嗯，所以在我们现在走到这个作品前面，就是它总共有六张分析图，那他们是画在方岩纸上面，尺寸是50×50公分。这六张分析图就是我从 The Hand of Our God 这个作品里面去抽出它的构图之后，重新把它几何化出来的一个结果。嗯，那这六张分析图它有对应的六个雕塑，对，然后这些雕塑它现在放在你左前方的展台上面，就这个方向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Okay. 那我跟你讲一下，就是上面那一排中间那一张的画面是什么。所以他现在手的那个地方，我把它画出另外一个圆，那个圆是感觉是他拖住一个圆的感觉，等于说掌心的位置再拖住一个，对对对，掌心位置它上面像拖一个圆球的感觉。哦，对对对，然后这个圆球它是凹进去的，就视觉看起来就好像它是一个下陷的位置。对对对 ，OK， 我们现在在画廊的另外一边，然后这边是一个一大面的落地窗，你可以隔着这个落地窗看到对面的办公大楼还有行道树，然后早上的时候阳光会洒进来，只是到时候我会把这边全部都封起来，就包含正面的窗户都封起来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窗户整个会封起来。对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作品，那这个作品它在一个贴在一个展墙上面，这个展墙位置在这里，从这边到这个地方，对，这么大，那它是贴在这个展墙上的一个输出，背景是浅蓝色的，你可以看到一个神像站在这个浅蓝色的背景前，那它背后有一个光环，那除了这个光环之外，其实你看不到其他东西，像是一层白布照它前面，那它是一个褪色的神像。那这个作品你是怎么处理它的？我就是把它放到顶楼上面，输出之后放在顶楼上面去把它铺晒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，所以除了光环的那个地方我有遮罩起来之外，其他地方它就褪色了。对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点，就是通常图片褪色啊之类，可能是因为岁月或者是因为强光照射而导致它褪色这样子。可是呢，在这个作品当中，你又保留了一盏光环，好像试图要照见什么，就是整个作品都是光，只是有两种 的意识在。太阳其实是我们最早崇拜的一个对象。对，那太阳其实就是一团光嘛。所以这个作品里面太阳又把这一切变成白色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。对你来说，你觉得神的感觉是什么？神的感觉哦，因为我之前有视觉的经验，那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过去所累积的，包含即使我失去视力之后，我觉得有很多只要人家跟我提到神，我自己心目中就会浮现，不管讲哪一个宗教，我自己心目中就会浮现我那种神的形象。可是那纯粹只是一个形象，因为我后来有上过几次那种读经班，我发现我在静坐的时候，就是那种沉稳或安定的力量，是又好像又跟你刚才所讲的那种很神圣的那种力量是有点接近的。可是对我来讲，好像跟神跟那种形象有形象的神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对我来讲，神有分有形象的，那另外一种是一种，对我来讲是一种能量，是一种力量，那是一种
很神圣的，那我觉得可能不太，这两者可能是可以分离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勇者，然后是一个不怕痛，而且他会用各种方式来告诉我们，比如说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，他就会让我们的歌声里面突然间充满了人性，然后唱着唱着就会想掉泪，然后他的声音可能是一种很空泛但是又很坚定的这样的形象。像大概30至40岁左右的一个女性的样子，然后她总是就是穿着一条长裙，然后永远就是带着很善良，好像即使我做错什么事情她都会原谅的那种，很灿烂的一种微笑。然后她永远都是长发披肩，然后就是我感觉她出现的时候总是身边会有花香的感觉，然后她的声音就让我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就很像妈妈的声音，然后永远都是粉红色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颜色就是一种温度啊。应该是讲说，因为它是视觉的，所以看起来它给我感觉就是心理的温度吧，比较不是那一种你摸到一个东西的温度，而是它那个在场，就是它展现在你那种你看到的那个感觉。所以它会，我觉得它会融，就是它在记忆里面看起来就是一个温暖的感觉。小学4年级、5年级的时候，有一阵子视力一直退化。然后慢慢退化的过程，其实我还蛮常去看夕阳的。那只不过那时候，我家人也还不知道我视力就是一直在退化，那他们也常常就是也会吵架这样子。那因为那时候心情是很差的，就觉得有一种孤单吧，或者是心情不好，因为加上好像发现就是我的那个眼睛有小黑点这样子，所以那时候常就是会在放学的时候，然后走在校园里，那时候好像是天空都是很干净的，云比较少，然后但是太阳就是在傍晚的5、6点就会呈现一种火的颜色，有时候有点像是那种橘子的橘色。那我觉得这种夕阳的画面，看起来是有很安慰到我的。我感觉到一个更大的存在的，它可以算是神吗？应该可以算吧。就是我觉得这时候神其实是存在的，因为它借由一个很美的景色让我知道，其实那个生命其实还是有希望跟可能的。我记得是5年级的时候，然后我考试完，然后我记得班级排名是十几名左右。然后班上同学就开始骂我说我是靠加分什么的，然后我就当下我就被他们骂的，我就有点无奈，我就想说，我就明明就没有被加分，但是就被他们就是误会这样子。当天我回家晚上在睡觉，那时候我跟妹妹同房，然后妹妹在我旁边，她已经睡着。然后我就是怎样睡都睡不着，因为当天事情我很难过。然后我当下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突然想到耶稣，然后我就对着天花板双手合十，就开始对耶稣祈祷说，希望这件事情能赶紧过去。然后祈祷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突然觉得眼前
有一道很亮很亮，有如就是正中午的太阳，就是很刺眼、很耀眼的那种光。然后同时也让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冬转春的感觉，就是暖暖的，但是又不会太热，就让我觉得哎，好温暖哦！是不是耶稣就这样临在我身边？就是感觉好像在给我拍拍背，给我加油打气的感觉。我当下就感觉哦，天哪，好有能量。我刚才提到我父亲过世的那一次的状况，那一次是在一个灵堂里面，那个是一个下午大概三点多的状况，就是我爸的牌位是在我的算是正后方，那我那时候正在就是折那个莲花，然后我家人那时候去买东西，然后我哥哥下去楼下抽烟，只有我在。然后本来因为都没有人的那个空间跟有人的空间，我们视障者是可以从一些因缘还有一些空气的变动当中知道。那我那时候旁边都没人，就突然间就有一个人，就有好像有人在旁边的样子。那我也隐约有听到那种一种很轻微的我爸以前很熟悉的那个呼吸声。12月那时候因为窗户是开的，然后有风。然后有人来说，好像那个风好像被挡住了，然后好像有人在看些什么，或是在我旁边。这个状况大概维持了5到10分钟之后，哎，那个东西就离开了。那我离开之后，我的周遭的那个整个状况就是空旷的，然后风又是很正常的，可以从窗户吹进来的那个感觉。今年3月的时候，我常一个人待在西子的工作室，然后，那时候我其实蛮低潮的，因为一方面很焦虑展览的事情。那3、4月的时候，其实阳光是比夏天还要温和的，那个光线其实很漂亮。那我的工作室它面向西边，所以阳光会直接照在我的工作桌上面。那天下午桌上恰好有几张描图纸，我就看了那描图纸，然后就把它拿起来，然后隔着阳光看。那个瞬间我其实感觉到一种神圣的美感，就是很像是你隔着眼皮然后望向太阳的那种蒙蒙的感觉。阳光经由这个不同的透光性，它会显现出不同浓淡的阴影，那我把它折成不同的形状之后，它会产生不同的曲线，那整个画面质感其实很像是婴儿的肌肤的感觉。我就在阳光下面拍摄这系列的作品，那其实这系列的作品对我来说，它就是一种很纯粹很直接的美感。那对我来说，这个纯粹直接的美感，它其实就是像神的感觉一样。比方说，这是一张描图纸，然后下面是另外一张比较厚的描图纸，然后我就把其中一个角这样弯曲，或者是把它卷成卷筒状，然后把它放在另外一张描图纸上面。对，那。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抽象的一个构图。然后这些形状它到最后被组成起来的时候，其实你乍看好像它像是一个山坡的曲线，或是像是一个贝壳或是骨头的一个局部。然后它是一系列的摄影作品叫无题。对。那它的尺寸是130×60公分左右，它输出在平滑艺术纸上面，被裱在2公分宽的白色铝框里面，总共有15张。对，
墙到时候，嗯，就是因为墙面不够嘛，所以会把它这样子，封起来。封窗的。对。嗯、然后这边就是放乌梯这几件作品。嗯，对，然后它是串联在整个展览。对对对。然后人从这边走进来之后，这样过来，然后到这里，然后我在想说这边要不要有一个加一个走道，对啊。好。